师父，他万一醒过来对弟子下手怎么办？你跟他有一天二弟之仇，还是有三家四海之恨呢？没有啊。凡事皆有因果，既然没有，他为何要对你下手啊？可是师父，他跟您也无冤无仇啊，他每次都要对您下手，所以弟子才害怕。为师自己背好了。别师父，我背不行吗？快啊。宋麦帮忙。师兄我来。好了，走了。王世忠，你这个混世魔王，刚才在大殿之上我正要拒绝他，要见你，你干嘛要拦住我呀？哎呀，秦大哥，你要说什么俺知道。那你说说看。你要说，哎，俺秦琼手持双锏，可以上战场冲锋陷阵，斩杀敌将于万军之中，绝不能杀那些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孺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我要说这些话？我是谁呀？我呀，是你肚子里的蛔虫。哎，可王世充不爱听这些话。秦大哥这么一说，势必会得罪他。得罪他又怎么样？难道我们要遵照他的旨意去滥杀无辜不成？金大哥，这人头和瓦碰会头破血流的。哎呀，你懂个屁，到外面去。程大哥，去，到外面去。我啊，去吧。你跟，哎呀，我听听。去吧。王世充身为正王，心胸气量竟是如此的狭小，那我等弟兄还有什么奔头？看来我们得另谋打算了。两位大哥，凡事谋定而后动，以免因此小事遭来杀身大祸，这才是上上之策。是啊，高飞扬说的对，咱们就先忍着点啊。没法忍，这事你要是忍了，你就得俯首贴耳听从他的命令啊，去当刽子手杀人，我的兄弟。大哥先别着急，让兄弟我好好想想怎么对付这只老狐狸。仁泽，在一个好机会来了。什么机会？让程咬金打前阵，让他的手沾满老臣们的鲜血，我们就以叛乱罪把他们一起杀了。让他们先动手，你在后面监督他们。咱们今晚要跟谁干仗啊？万岁爷的对头。啊，那我要好好表现表现才能升官。好啊，有志气。陈大哥，我要跟你学，跟你一样。你到底在哪里啊？天宝哥，
是你啊？是我。你来干什么？陈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我的肚子疼，哎呦，忽然就疼了，这那怎么办啊？不行不行不行了，我忍不住了，我哎，那咱们回去吧。哎，好好好，哎呀，哎呀，程将军，你这么做，莫非想违抗旨意吗？哎呦喂，我也不想违抗啊，可这肚子不争气呀，你说咋办？我不知道。哦，你想让俺拉在裤子里，还是拉在这个大街上啊？哎，程大哥，那儿有家客栈，里面肯定有茅房，你进去拉吧。哎，这个主意不错。行，你们等着我啊。进。哦。哎呦，你们等着我啊，我一会儿我就回来。哎呀，我来帮你找那个人。不用了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我说不用就不用，总得有个原因吧。我怕你会伤害他。我可以发誓，绝对不会伤害他。哎呀，拜托了公主，你就相信我一次，好吗？你要是再伤害他，这辈子休想我理你。啊。真是我的哥哥。秦大哥，怎么样？办好了。好。可以开始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九进，怎么了？程大哥，打仗不是要摆阵的吗？哎呀，这种小场面还摆个啥阵呢？早点完事，早点回去睡觉。啊，冲啊！国公脸色红润，精神饱满，在寒凉殿过得逍遥自在，实在是令人羡慕啊。这都是太不是陛下的所赐。说得好，说得漂亮。的确，陛下时刻都惦念着陆国公，所以特命我送来御酒一杯。陛下对我实在太好了。所谓无功不受禄，陛下无缘无故赐我御酒做什么？这要问你自己了。问我？没错。把门打开！开门！开门！来了来了！开门！开门！放肆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没做，年下密诏，欲调李渊来都，这还不算大功吗？你们都知道了。带过来！方干真，你们想造反啊？
陆国公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的脑袋进水了吧？怎么忘了自己的身份了？王任存，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想请你喝了这杯酒。太尉曾当文武百官说过，会把皇位还给我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那你就该安心的等待，不该图谋不轨。你乖乖的送死吧！哎，你不是说已经办妥了吗？我是都办妥了。那你没想到，他真的不防范，也不设法躲避啊！小事，我们家老爷身体有恙，不能见客。我有重要事情要谈，必须见他。我们老爷说，什么来历都不知道，如何见你啊？我说侠士啊，您不能进去。侠士，侠，老爷，您是崔尚书吧？老爷他，你先退下。是。年轻人，有什么事你就说吧。崔尚书，我听到一个消息，今晚您将有灭门之灾。你是受何人指使，前来威胁老夫啊？我既未受人指使，也不是来威胁你的。哦，那你来做什么？大人一身耿直，忠君爱国，在下出自善意，来向大人警示，希望你有所准备。那些权奸能奈老夫如何？老夫就要留在这里，看他王世充敢拿老夫作何。他敢杀了老夫，将会让天下人看到他的真面孔。如果老夫之死能够警示天下，老夫甘愿去死。杀人工具呀！生逢乱世，怎么身不由己啊？秦大哥，你们怎么敢？饶圣上吗？住嘴！你们要是再敢多嘴，我就让你们和他一起进阴曹地府。愿从今往后不再生在帝王家。别着急，咱们见机行事。秦大哥，我一回头你就走，我来挡着他们。不行，我们两个一起和他们拼了。大小姐，
谁在这里打打杀杀的？大小姐，是我们的剿灭叛贼。叛贼？谁是叛贼啊？大小姐，我看你先回去吧，这里没你的事。怎么跟公主说话呢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车大哥，宅子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啊！啊？咋会没人呢？这堂堂的石府中会没人吗？我也不清楚啊。哎呀，见鬼了吧？真见鬼了呀！收兵，赶快收兵！大家快走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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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奇怪，是谁走漏了风声？看到了吗？我知道公主要找的人在哪儿。我和秦将军带公主去找，她跑不了。铁虎将军，这里的事情已经解决，我们就去帮公主了。走吧，公主。好啊，带路。秦大人，都这么晚了，带着家人上哪儿啊？是你，想不到吧？真是有心栽花花不活，无心插柳柳成行啊！大家快跑，围起来！快点，站好！把这些叛逆统统都给杀了！不要哭，死有何惧，主辱臣死，天下至理。公主，谢谢你救了我们。谢我？什么意思啊？刚才那个铁虎将军不知道为什么要加害我们，幸亏公主及时出面阻止了他，谢谢大救之恩。多谢。他敢这样？没错，秦将军可以作证。那你们现在想干什么？我们对皇上一片忠心，当然要回皇宫里去了。能一统天下，臣必当竭尽所能为陛下效命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见鬼了！陛下见鬼了！嗯？啊不，
是末将见鬼了。怎么回事，程将军？俺率人去师府拿人，不想那师府空荡荡的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你说，这不是见鬼了吗？干他！别再蒙面了，谭宗，我认出你了，乖乖的束手就擒吧。休想！自寻死路！不是谭宗。我知道他是谁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是谁吃里扒外通风报信？父皇，父皇，什么事啊？我要你现在立刻派人去把那个人找回来。朕与仲卿在商谈国事，等下朝再说吧。我才不管什么猫事狗事呢，你现在立刻派人去。这个公主可真够刁蛮的，还好俺不想当她的驸马爷。您要是不答应，我就不让你们谈了。哎，好，众爱卿，今日天色已晚，国事明日再议。末将遵旨。孩儿遵旨。凤儿，你越来越不像话了。为父的今日不同往昔，可是堂堂的一国之君呐。一国之君怎么了？难道就不是我父皇了？哎，是是是，朕说不过你，明日就命人去找，好吧？这才是我的好父皇嘛。哎呀，那个刁蛮的公主啊，哎，可真叫王世充颜面扫地呀。这说起来啊，哎呀，王世充可真是个老奸巨猾呀，阴狠毒辣，坏事干绝。嘿，哎，他就偏偏怕他的女儿，你说巧不巧？哎，也别说，得亏他还有个怕的人呐。两位大哥说话小心点，宫中到处都是眼线。哦，哎，陈大哥，这件事情没有办成，万岁爷没有责怪你啊。幸好，他女儿进来搅和，躲过去了。哦。你说这是为何原因？王世充怎么就那么怕他的女儿呢？一物降一物，蜈蚣遇到油盐蛇，要是俺老程的女儿，非打他屁股不可。这么晚了，慌慌张张的去哪儿？哎，不对吧？你刚才在显人殿时不是说要当驸马吗？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就要当老子了啊？你说你……哎，俺啥时候说过要当驸马了？俺又没吃错药，你别瞎说啊！你看，你真的要当驸马呀？哎，你别听你秦大哥在这胡说啊！我怎么是胡说呢？我怎么可能啊？我怎么可能去当驸马爷呢？啊！你这个人呐，你看，哎呀，就是我想当驸马爷，人家也不要我呀！两位大哥，咱们玩笑归玩笑，言归正传。王世充今天肯定还有一层阴谋，不过没有机会实现而已。仁义啊，我把玉凤交给你，不许他单独出去，现在外面很乱。父皇，他哪听我的呀？你就没办法吗？管他什么意思，反正这个老家伙就不会安什么好心。俺老程啊，压根儿也没真心投靠过他。对呀，我也觉得程大哥呢不是没有心眼的人。小声点。
不知李密大哥现在何处。陛下，陛下，大事不好，大事不妙了。什么事啊？群臣们得知陆国公身亡，崔大人、史大人被抄家，都上乾阳殿兴师问罪了。他们是否以尚书令左翼为首啊？陛下怎么知道？哼，朕早就料到了。那这个陛下的意思，苏宣、仁泽、仁义、秦琼、程咬金随朕上殿。遵旨。国师啊，陆国公之死左某认为与郑王有关。啊，这个嘛，圣上驾到。郑王，我等是来追究弑君之罪的。一派胡言！皇太主已禅让，朕才是君。君既然在此，何来弑君之罪？纵使如此，那陆国公是怎么死的？我们要求严惩真凶。请皇上严惩真凶。看来这是要打起来呀、啊！咱们到时候帮谁呀、啊？请稍安勿躁，陆国公为人所杀，朕正在追查。你们要求严惩真凶，那么你们告诉我，真凶是谁呢？国师，你查证的怎么样了？陛下，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段达。啊！他对陆国公心怀不满，暗中设计谋杀了陆国公。陛下，陛下，你自作主张，大逆不道，弑杀了陆国公，推出去斩了，灭其三族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我是为了您呐、啊！陛下，胡说，推出去！陛下。仁泽，陛下，多亏你眼疾手快，赶得及时，没让段达那厮胡说八道，否则还不好安稳朝中的大臣们。啊，替陛下分忧，乃小侄分内之事。国师，你为什么要指证段达？你不知道他是父皇的功臣吗？他知道的太多了。皇上并不希望留下太多痕迹。这个阴险恶毒的小人，敢做却不敢承担，只会耍阴，哪配做一个国君？哎，看来咱们是跟错人了。这要是传出去，俺这脸往哪儿放？谁呀？你干什么？小子，你的事情犯了，跟我们走。什么事？哼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不用分心，
交给小侄去办。嗯，你能这么做，不愧朕的一番栽培啊。谢陛下。两位爱卿，陛下，你们慢走，陪朕喝一杯。好，遵命。遵命。陛下，微臣昨晚干了一件事，尚未向您禀报。什么事？史刚成一家全被微臣所杀。什么？你是说程咬金没有办成的事，都是你办的？不仅如此，微臣还查出了内奸。什么内奸？微臣在办事过程中，有人蒙面出来相救。那人是谁？高飞扬。程大哥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呀？高飞扬被抓走了，你不在啊，秦大哥也不在啊，哎呀，怎么办呀？哎，我找谁去呀？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哎，程大哥呀，进去，老实点。跪下，跪下。跪下，是你出手救史刚昌一家。不是。高飞扬，你别再狡赖了。大将军，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哼，你别反穿皮袄装羊了。俗话说，捉奸捉双，捉贼捉赃，你可有证据？你虽然蒙着脸，又故意抛出菩提珠想迷惑我，可你万万没有想到，我会从你的武功中认出你的身份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哎，将军，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你可不能瞎说呀。对，将军，你可不能诬赖好人呐。陛下，末将秦琼可以作证，昨天晚上他一直跟末将在一起，一刻也不曾离开，望陛下圣裁。将军，空口无凭，你可有何明确罪证？当然有。那还不容易吗？小子，今天就让你死得心服口服。好，我一出剑便刺中那人的左肩。这就是最佳铁证，如何？哼，站住！哥们儿，你别这样啊！我就是进去找我程大哥，没别的意思。我不管你找谁，
一旦进入皇宫禁地，就格杀勿论。可咱们是自己人啊，那也不行。一点交情都不讲啊！哎，好吧，那我回去等着，这总可以了吧？怎么可能？少主，看来你真的弄错了。怎么回事？将军可找到证据了？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？吃烧饼，难免掉芝麻。陛下，行了，退下。谢陛下恩典。父皇，父皇，凤儿，你怎么又来了？父皇，仁义昨晚答应我要找到那个人，谁知他言而无信，没找到人不说，竟敢偷偷溜了回来。你要替我做主。不许胡说，是朕让他回来的。你别再闹了。哦，玉凤，我不是偷偷跑回来的，而是……不要再说了，有些事你还不清楚。父皇，行了，朕另外派人去。仁泽，陛下，你替你堂妹跑一趟吧。陛下，小侄我很想替公主效劳，可是小侄胯下没有良驹，办起事来非但不能得心应手，而且事倍功半。这还不容易吗？我们大正的马匹，随便你挑。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，金蝉的武艺举世无双，少林寺威震四方，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，少林寺美名辉煌，千年的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，金蝉的武艺举世无双，少林寺威